北京到广州坐飞机三个多小时，上海到武汉坐高铁要四个多小时，成都到西安开车差不多十个小时，能不能再快一点呢？可以的，也许超级高铁可以帮到你。 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超级高铁。什么是超级高铁？它发展到哪一步了？它真的是未来的理想交通工具吗？好，现在我们就进入主题。二零一二年，Elon Musk 首次提出了他关于未来超高速运输系统的构想。在最初发布的设计里，这个被装在半真空管子里面、靠电磁力推动的车厢，由于干掉了影响车辆速度的两个传统因素——摩擦力和空气阻力，所以可以以接近音速的每小时一千两百多公里的高速行驶。掰着指头算一下，一样是上海到。 武汉要是超级高铁开通了的话，只需要四十分钟就够了，意味着你可以早上吃完热干面，然后准时的出现在陆家嘴跟同事们说 morning，厉害吧？那么超级高铁靠什么让自己开的这么快呢？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啊，拿你喝珍珠奶茶时的状态举例，超级高铁的车厢就像是你吸进吸管里面的一粒珍珠，只不过推动它前进的力除了空气压力以外，主要是电磁的排斥力。童年幸福的宝宝一定拿两块磁铁这样玩过，那么吸管本身肯定就是超级高铁运行其中。 中的管道了，我们都知道啊。当车厢快速往前移动时，会压缩前方的空气，而聚集在管道前方的压缩空气会产生大量的阻力，使车速下降。该怎么办呢？把管道抽成真空行不行啊？哎，看来你很机智哦。可是可以啊，但难度太大，而且还相当危险。后面我们会说到的。所以超级高铁的管道里并不是完全的真空，只不过里面的空气的确是被抽走了一大部分。然后在车厢头上装上像是飞机引擎上一样的压缩风扇，一边前进一边吸入前方。 的空气把它们导向车厢后方，获得额外的推力。同时，它还有更大的作用，就是将这些压缩空气吹到车厢下方，形成一个能够让车厢浮起来的气垫。这样连摩擦力也没有了，一举两得后，能跑得不快吗？当然，超级高铁还有另外的优势啊。由于完全封闭，所以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甚至连地震也不怕，因为支撑起管道的高架桥墩都采用了弹性的抗震设计。再加上每一节的管子都是独立的一个个单元，即使坏了也能够很容易的修复和替换。 所以安全性也相当的理想。最后，由于几乎没有摩擦力和阻力的影响，所以只需要很少的能量就能够推动超级高铁跑起来了，简直是清洁能源最好的用武之地啊！如果能配合马斯克自己家的太阳能电池板一起用，那就更是比翼双飞、神雕侠侣了。 问题是，自打提出这个概念并丢出一份白皮书之后呢，马斯克并不像他以往那般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超级高铁的打造中去，只是每年在洛杉矶 SpaceX 总部的一条测试跑道上举办一场比赛而已。这是什么鬼啊？是给年轻人留机会，还是放个烟雾弹让竞争对手们吭哧吭哧先杀出一条血路来，然后再去收割？或许也可能只是他觉得殖民火星才是人生目标。不管怎么样，啊，现在的确是有几家公司连同几个国家一起在抢着要建出第一条真正的超级高铁来了。 理查德·布兰森这几年被埃隆·马斯克盖过了风头的亿万富翁，正在用自己的维珍超级高铁一号实践着马斯克的梦想。助力这个梦想的是印度和沙特。 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怎么有点？<laughs> 总之啊，布兰登已经说服了印度联邦运输部长，以做火箭的速度升级一下自家的火车系统，在孟买和新德里之间修一条维珍超级高铁。至于完成时间嘛，就跟印度一样神秘。沙特这边呢，是希望用超级高铁来连接起他在海湾的几个主要城市，为每年穿梭期间的四千五百万个乘客提供一小时内到达的都市全服务。尽管已经同意使用维珍的超级高铁系统，展开一系列国家级的可行性研究。 究并建设一条三十五公里长的测试轨道，但维珍在这里却有一个强劲的对手——超级高铁运输技术公司，简称超级高铁 （T.T.）。也计划在沙漠中央建起一条跑道，连接起迪拜到阿布扎比，全长一百五十公里的铁路，只需要十五分钟就嗖、SO、的一声到达了。剩下的公司和剩下的时间表，还有准备在二零二八年连接起欧洲的 Hart，延续了欧盟的传统啊。Hart 本身也是由荷兰、波兰、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几家公司联合成立的。希望他们不要在还没。 没有建起之前就闹起了脱欧的矛盾，所以我们有希望在下一个十年就看到超级高铁遍地开花吗？我严重怀疑。既然超级高铁那么美好，为什么中国却显得完全无动于衷呢？日本高速铁路的发明者同样也毫无动静，为什么呢？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超级高铁的美好几乎都是在纸面上的。作为一个交通运输工具，能够既快速又经济的把乘客或者货物从 A 地运到 B 地，才能够产生出价值。而根据一份资料显示来。 来计算超级高铁的载客量大约是每小时一千一百二十人次。比较起来啊，空客 A320 目前最流行的载体客机每小时的载客量大约是两千四百七十二人次，而我们的 CRH380AL 一次可以载客一千零六十六人。如果在高峰时刻，比如春运的话，每小时载客量能够超过一万两千人次。超级高铁怎么比？另外，从车辆本身来说啊，不用装在管子里面的磁悬浮本来就已经有了，而且还在越来越快，为什么还非要造个管子把它们放？ 放在里面跑呢？你真不怕大气压力发威的时候吗？最后，超级高铁告诉我们很省钱。是的，谁都知道没有了阻力，轻轻一推它就跑。但减少阻力本身，它不花钱吗？谁来抽出空气？谁来让车厢浮起来？是不用开工资的奥利给吗？好了，基本上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更快的交通方式肯定会出现，但究竟会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留言来讨论。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